Thank you.
就息怒千秒。把时下流行备受妇女所喜爱的舞蹈，然后又结合了我们现在最常外面听到的电音舞曲，除了这种源于中东文化的舞蹈内容呢，结合进去之后，更把其他世界各地的风情文化艺术为元素，创造了不同传统的舞蹈，并结合了地方文化。同样，我们这个舞蹈团呢，在100年时荣获了桃园县教育局社区大学优良课程艺能类第一名，又在101年荣获了教育部全国社区大学优良课程艺能类评选特优，还并通过了师范大学认证师资认证，连续15年通过了5次的认证哦，15码荣获了2022年闽南创意舞蹈大赛最佳创意奖以及第2名两个奖项，哇，双料奖项，各位掌声鼓励呀！